是讲我牛车站的103年4月10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，花莲镇哦，9524，第一车去发车地方是用厂家的西部超优质质量。我还在那个房子，睡不着，在那边洗车。而且你又一脚偏豆腾，不是在新的地方。一五三之后，基本上都交在银行家里。有一个去一零的清卡包全部，把这直接收下。一千八百，两个自然卷，然后还半套金融圈的。哎，他被单子掉。1132次，基友，请问你们。